大家会说，那个声明写的叫以势压人啊，就叫那个什么，你告我呀，好像是很傲慢的。其实不是的。十二月，去年的十二月，孟晚舟被在加拿大扣留，你们可以把那个声明翻出来看。其实我们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是坚守，就是用法律来裁决，不是用个人的标准，或者什么道德，或者是什么人情，不是的。重大的问题的冲突，我觉得法律是最公平的。我们其实两个声明是一样的，你们可以翻出来看。好，我刚才在分享里头还讲过一件事，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相信法律，是真的完全相信法律的公平吗？也那要看结果是不是公平，还有看在站在谁的角度上说公平。但是华为追求的是过程透明，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海外的，我们追求的是过程中透明。所以我们中这次发的声明可能又特别的隐晦，但大家要特聪明。大家说一看就是法务写的，我每次说这群众眼睛老是这么学呀，确实是那个法务官写的，但是确实是给我看过的啊，他就是法务写的，他写的很严谨啊。那为什么就是有些事情是不是华为说的，不应该华为说啊，华为说也不权威，所以咱们就等着嘛，对吧？这个案子结束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不是还有好多人吗？咱们还会再搞吗？那就是该谁说，我相信最后会来，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，不要追求一时一事，说你被骂了，我冤枉了，我受气了哈、啊。你看吕总一整个气，一转发单就被那么提问，说你转发那什么意思？他就是心里受不得半点委屈哈。啊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